来，泡上。手，补充这个。做饭围裙都不会穿。行了，交给你了啊。啊。全我来啊。蛋不对，你肯定没放水。这种蛋，我们小伟不爱吃。不会吧，这个还行。不行，你是我儿子，我知道你爱吃嫩水蛋。家牛肉长得是这个颜色，别说这不是西芹炒牛肉，就算是，你这切配也有严重的问题，知道在哪儿吗？芹菜丝里头要配什么是牛肉丝，芹菜丝里不能够出现牛肉片，这个肉片切的也不好啊，这是片吗？这就是鞋底儿啊！妈，你先别生气啊，这还有汤呢，您尝尝汤，汤喝了好久呢，来感受一下啊。这是和牛，所以闪子蛋。别替他说话。来，尝尝。这是汤啊，这根本就是卤啊！我看出来了，你想齁死我。这些都不行，没一个能吃的。您有那么多话吗？您以为您做的菜好吃啊？您那菜咸的，我都快齁死了。我吃两碗饭可都压不下去。我说什么了吗，妈？你又没付给我工资，天天拿五星级总厨的要求我，您合适吗？我说什么了吗？啊！我就告诉你吧，我杜拉拉平生第一次给人做饭，我爸妈亲爸亲妈可都没有这待遇，我给您做成这样不错了。要不是看着你是王伟他妈，八抬大轿抬我也不来。您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，全闹。杜拉拉，你那么傻呵呵的，什么造型啊？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准备把菜换一个位置，方便吃嘛。换地儿不换菜，等于换汤不换药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。你收菜的感觉太差了，你比王丽好不到哪去。妈，其实人家丽姐挺好的。一般妈不是都特别宝贝自己孩子吗？您总是挑自己孩子的理儿。你看，丽姐，一个高级白领，高收入，高品质生活，多好一女孩啊！你还嫌弃人家干嘛？高品质生活，高收入就一定能有高品质生活吗？就她那个样子，已经是个高龄产妇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现在就等着她成了高龄产妇的那天。生不出来，在我面前哭啊！杜拉拉，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啊！哎，你们俩关于孩子的问题，跟我说一下怎么想的。那个，我们
想过，肯定想过。想过想过。嗯，您大孙子他妈每天上班回到家已经够累的了，现在还得煮饭、做家务、洗衣服、做各种活，等到他再回到卧室的时候，都已经累得跟条死鱼一样了，哪还有能够顺利的迎接您未来的大孙子？说的对，我的问题，我改进，我改进。洗碗，我来洗啊！不用，我很快就洗完了。不行，不能你洗，我来。嗯，我很快就洗了。兰兰，从现在开始，家务活呢和你已经无缘了，我全包了。嗯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，妈？你到我们家是来做客的，我怎么能让你干家务呢？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要是真不好意思的话，那么你就负责把生产搞上去。生产？对啊，生我大孙子呢。你和小伟呢，负责把生产搞上去，你们负责造人，我呢负责把你的劳动指标降下来。那个妈，你说孩子这事儿吧，也不是说有就有的，你不能像收韭菜似的，长一茬收一茬，对吧？是。你也不能，就是拔苗助长，旱地拔葱啊，对不对？旱地，嗯，旱地。兰兰，嗯，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哦。哎呀，好的很嘛。真是，感谢妈妈那份苦心就完了。妈，您放心。旱地就算是旱地，很快就湿了。咱们搞生产去，走吧。哎，现在就生产。你怎么那么愁呢？得过且过，难得糊涂。人都喜滋滋的盼望着五谷丰收了，你非得要告诉他年份不准，你这不是找事儿吗？再说了，这也还没到秋收的时候呢。啊，那到秋收怎么办？什么东西拿不出来？有很多事情是跟农夫没有关系的，比方说气候，比方说水分，比方说阳光，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控因素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没有播种的话，就是农夫的态度问题了。不对，我们还是要跟妈实话实说。他不需要，他也不会知道真相，因为你不会出卖我，我更不会出卖你，对吧？老公，嗯，你心机很重啊。不容小觑啊，你啊！我骗自己亲妈都一套一套的，到时候骗我，绝对脸红心不跳。老婆，我是在解决问题。哦，你真想没完没了，越闹越大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意思就是我想越闹越大呗。那行，我现在就去越闹越大。行了，你干什么？要闹大是不是？行。